小区还真不给力，有话就耍着嘴，不争气，一分赞主义，我根本不理三个脾气，你还真有耐心啊！玩了一万字牌，小五十两钱币，手里边就摆个招式，小朋友的把戏，才能应该是用来展演的把戏，不然你看看你旁边的观众，他们都跑到哪去？